你现在只会享受生活，那么等你老了，你会发现，哎，你做对了，你能在浪费时间中获得快乐，那就不叫浪费时间。成功的方式只有一种，就是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好当下，毕竟你不知道以后会怎样，管他呢，开心就完了呗。是素未谋面的朋友，你要明白，钱没了可以再挣，工作没了可以再找，朋友没了也可以再交，爱情没了可以再谈，水到绝处是风景，人到绝境是重生，你生来本就一无所有，又何惧从头再来？加油！某日某日，去什么的人了？啊！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世界如你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它淡淡的来，让它好好的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带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
可以把大撑子打起来，避免了车头前面的避震，长时间在一侧会对摩托车的一侧避震有损伤有影响，所以不骑的情况下要把大撑子打起来。高温天气骑行，摩友们注意防晒，避免中暑啊。看了好多朋友给我留言说，二手的铃木 DL250 摩托车像我这样跑了32861公里，有摔有倒，机主加装件，无重大事故，出给车行也就15000上下，的确没毛病。转让给个人的话，我的摩托车应该能到18000左右。毕竟铃木 GW250 和 DL250 摩托车相对其他品牌车型还是保值的。我转让我的摩托车纯属个人原因，跟车的品质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暂时告别摩托车长途旅行，所以忍痛割爱，但这不影响我对摩旅和户外露营的热爱。上一条视频留下了线索，哪位朋友第一时间猜到我转让的价格，一定要联系到我，我会送他一个我制作的手工皮具作品。还有很多朋友也猜对了数字，不过规则就是第一时间猜到的朋友，以后除了藏宝，我也会随机送一些我的作品，算是回馈朋友们一路上的陪伴与关心。我是骑摩托车的摩友小哥，摩托车的价格多少对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双方都能接受就是最好的。由于北方冬季太冷，路面会结冰，北方摩友大多数都会封车，如果我不在十一小长假前出手我的 DL250 的话，就要等到来年的春天，所以我只能出手给二手车行。很多朋友说二手车行相当黑，会调表，会耍滑头，他们也是靠倒手摩托车为生，有些良心，有些黑心，唯一能避坑的是我们自己要掌握和提升很多辨别车好坏的技能，只能这样，都是为了生存。个人觉得摩托车没有好坏一说，你喜欢的就是最好的，管别人怎么说呢。这条视频还有线索，开头我说过结束摩旅后我骑行的总公里数，能看到视频这里的朋友一定都是真爱，把准确数字打在弹幕上或评论区里，这次会送给前三位第一时间写出准确数字的朋友我制作的手工皮具作品，一定要想办法联系到我。往后还会分享关于长途摩托车旅行和户外露营的那些美好故事，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帮助解决的，我也会义不容辞。我是酷爱长途旅行和户外露营的皮匠手艺人，感谢朋友们的喜欢和关注，最美好的风景一直在路上，我们路上见。
以把搭撑子搭起来，避免了车头前面的避震，长时间在一侧会对摩托车的一侧避震有损伤有影响，所以不骑的情况下要把大撑子打起来。高温天气骑行，摩友们注意防晒，避免中暑啊。如果你现在只会享受生活，那么等你老了你会发现，哎，你做对了，你能在浪费时间中获得快乐，那就不叫浪费时间。成功的方式只有一种，就是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好当下，毕竟你不知道以后会怎样。管他呢，开心就完了呗。是素未谋面的朋友，你要明白，钱没了可以再挣，工作没了可以再找，朋友没了也可以再交，爱情没了可以再谈。水到绝处是风景，人到绝境是重生。你生来本就一无所有，又何惧从头再来。加油。某年某月，去什么的人了，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他是你的温柔。
骑铃木 DL250 摩托车单人摩旅去西藏到底需要花多少钱？什么样的旅行方式才叫穷游？常言道，计划赶不上变化。我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去计划摩旅西藏地区到底需要花多少钱？如何做到花最少的钱看最美的风景，一直是我最关注的一个问题。穷游不花一分钱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能够花最少的钱还是最好的一个计划之一。所以我计划着全程户外露营，以节省和节约住宿的一个费用。住宿解决了之后，最大的一个开销就是摩托车加油和吃饭的一个问题。摩托车长途旅行本来就是一项挺遭罪挺累人的一项旅行，在旅途中吃得好坏住得好坏全凭个人的一个心态，花多花少也是因人而异。为什么会选择骑摩托车去长途旅行？第一个原因是喜欢骑摩托车，第二个原因就是摩托车比较省钱，油耗比较低。豪爵铃木 DL250 的百公里油耗是 3.5 升，平均算下来100公里只需要花28元就可以了。从出发地到西藏的拉萨市全程是3400公里左右，这么算下来骑摩托车去拉萨只需要花1000元左右的油费，还节省了过路费这么一项支出。骑摩托车长途摩旅最大的开销无非就是住宿、饮食还有摩托车的加油、维护、保养这些费用。住宿全程户外露营已经节省了很大一部分的开支。吃饭呢，我在出发之前就带了很多的牛肉酱，路上呢就是在煮面，然后也带了很多的行军粮、牛肉干，以备充饥使用。从出发地到拉萨市，再从拉萨市出藏，这一段全程大概有7000公里左右，计划着在一个月之内把它摩旅完成。计划着全程的长途摩旅费用要再花费5000元左右。很多朋友们都梦想着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背起行囊无忧无虑。最美的风景永远是在路上。单人单车挑战摩旅进藏的一个旅行计划我已经完成了，很是自豪。摩旅结束后，我算了一下我的整个摩旅旅程花费了多少金额。当得知数字出来以后，我很是惊讶。豪爵铃木 DL250 摩托车确实是摩旅神器，全程7000多公里确实没有把我丢在路上，把我安全地带离了西藏高原地区。从出发地到拉萨市总共的里程是3254公里，我耗时了11天，每天大概骑行是295公里，花费了1733元，平均下来是每天花费158元。这么算下来，每公里骑摩托车只需要花2.8元。在拉萨市稍作休整之后，就开始计划出藏，制定的是从拉萨市前往湖南省长沙市，全程是3340公里，总共骑行了10天，花费了3247元，平均每天骑行334公里。进藏和出藏骑行天数只相差一天，公里数也相差不是很多，但是出西藏的花费大概比进藏多出了1500多元，是因为西藏地区很多的物资是比较匮乏的。当我把进藏和出藏的整体费用相加之后，得出了4980元这个数字。当时计划使用5000元进藏出藏的一个初步的制定，完成了，还少了20元。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出发到达拉萨市，从拉萨市再到达湖南省长沙市，总共骑行了21天，总公里数是6587公里，花费了4980元，平均每天花。
多朋友给我留言说，二手的铃木 DL250 摩托车像我这样跑了32861公里，有摔有倒，机组加装件，无重大事故，出给车行也就15000上下，的确没毛病。转让给个人的话，我的摩托车应该能到18000左右。毕竟铃木 GW250 和 DL250 摩托车相对其他品牌车型还是保值的。我转让我的摩托车纯属个人原因，跟车的品质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暂时告别摩托车长途旅行，所以忍痛割爱，但这不影响我对摩旅和户外露营的热爱。上一条视频留下了线索，哪位朋友第一时间猜到我转让的价格，一定要联系到我，我会送他一个我制作的手工皮具作品。还有很多朋友也猜对了数字，不过规则就是第一时间猜到的朋友，以后除了藏宝，我也会随机送一些我的作品，算是回馈朋友们一路上的陪伴与关心。我是骑摩托车的摩友小哥，摩托车的价格多少对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双方都能接受就是最好的。由于北方冬季太冷，路面会结冰，北方摩友大多数都会封车，如果我不在11小长假前出手我的 DL250 的话，就要等到来年的春天，所以我只能出手给二手车行。很多朋友说二手车行相当黑，会调表，会耍滑头，他们也是靠倒手摩托车为生，有些良心，有些黑心，唯一能避坑的是我们自己要掌握和提升很多辨别车好坏的技能，只能这样，都是为了生存。个人觉得摩托车没有好坏一说，你喜欢的就是最好的，管别人怎么说呢。这条视频还有线索，开头我说过结束摩旅后我骑行的总公里数，能看到视频这里的朋友一定都是真爱，把准确数字打在弹幕上或评论区里，这次会送给前三位第一时间写出准确数字的朋友我制作的手工皮具作品，一定要想办法联系到我。往后还会分享关于长途摩托车旅行和户外露营的那些美好故事，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帮助解决的，我也会义不容辞。我是酷爱长途旅行和户外露营的皮匠手艺人，感谢朋友们的喜欢和关注，最美好的风景一直在路上，我们路上见。
意把大撑子打起来，避免了车头前面的避震，长时间在一侧会对摩托车的一侧避震有损伤有影响，所以不骑的情况下要把大撑子打起来。高温天气骑行，摩友们注意防晒，避免中暑啊。如果你现在只会享受生活，那么等你老了你会发现，哎，你做对了，你能在浪费时间中获得快乐，那就不叫浪费时间。成功的方式只有一种，就是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好当下，毕竟你不知道以后会怎样，管他呢，开心就完了呗。是素未谋面的朋友，你要明白，钱没了可以再挣，工作没了可以再找，朋友没了也可以再交，爱情没了可以再谈，水到绝处是风景，人到绝境是重生，你生来本就一无所有，又何惧从头再来，加油。某年某月去什么的人了、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它淡淡的来，让它好好的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Thank you.
骑铃木 DL250 摩托车单人摩旅去西藏到底需要花多少钱？什么样的旅行方式才叫穷游？常言道，计划赶不上变化。我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去计划摩旅西藏地区到底需要花多少钱，如何做到花最少的钱看最美的风景，一直是我最关注的一个问题。穷游不花一分钱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能够花最少的钱还是最好的一个计划之一，所以我计划着全程户外露营，以减省和节约住宿的一个费用。住宿解决了之后，最大的一个开销就是摩托车加油和吃饭的一个问题。摩托车长途旅行本来就是一项挺遭罪挺累人的一项旅行，在旅途中吃得好坏住得好坏全凭个人的一个心态，花多花少也是因人而异。为什么会选择骑摩托车去长途旅行？第一个原因是喜欢骑摩托车，第二个原因就是摩托车比较省钱，油耗比较低。豪爵铃木 DL250 的百公里油耗是 3.5 升，平均算下来100公里只需要花28元就可以了。从出发地到西藏的拉萨市全程是3400公里左右，这么算下来骑摩托车去拉萨只需要花1000元左右的油费，还节省了过路费这么一项支出。骑摩托车长途摩旅最大的开销无非就是住宿、饮食还有摩托车的加油、维护、保养这些费用。住宿全程户外露营已经节省了很大一部分的开支。吃饭呢，我在出发之前就带了很多的牛肉酱，路上呢就是在煮面，然后也带了很多的行军粮、牛肉干，以备充饥使用。从出发地到拉萨市，再从拉萨市出藏，这一段全程大概有7000公里左右，计划着在一个月之内把它摩旅完成。计划着全程的长途摩旅费用要再花费5000元左右。很多朋友们都梦想着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背起行囊无忧无虑。最美的风景永远是在路上。单人单车挑战摩旅进藏的一个旅行计划我已经完成了，很是自豪。摩旅结束后，我算了一下我的整个摩旅旅程花费了多少金额。当得知数字出来以后，我很是惊讶。豪爵铃木 DL250 摩托车确实是摩旅神器，全程7000多公里确实没有把我丢在路上，把我安全地带离了西藏高原地区。从出发地到拉萨市总共的里程是3254公里，我耗时了11天，每天大概骑行是295公里，花费了1733元，平均下来是每天花费158元。这么算下来，每公里骑摩托车只需要花2.8元。在拉萨市稍作休整之后，就开始计划出藏，制定的是从拉萨市前往湖南省长沙市，全程是3340公里，总共骑行了10天，花费了3247元，平均每天骑行334公里。进藏和出藏骑行天数只相差1天，公里数也相差不是很多，但是出西藏的花费大概比进藏多出了1500多元，是因为西藏地区很多的物资是比较匮乏的。当我把进藏和出藏的整体费用相加之后，得出了4980元这个数字。当时计划使用5000元进藏出藏的一个初步的制定，完成了，还少了20元。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出发到达拉萨市，从拉萨市再到达湖南省长沙市，总共骑行了21天，总公里数是6587公里，花费了4980元，平均每天花。
看了好多朋友给我留言，说二手的铃木 DL250 摩托车像我这样跑了32861公里，有摔有倒，机组加装件，无重大事故，出给车行也就15000上下，的确没毛病。转让给个人的话，我的摩托车应该能到18000左右。毕竟铃木 GW250 和 DL250 摩托车相对其他品牌车型还是保值的。我转让我的摩托车纯属个人原因，跟车的品质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暂时告别摩托车长途旅行，所以忍痛割爱，但这不影响我对摩旅和户外露营的热爱。上一条视频留下了线索，哪位朋友第一时间猜到我转让的价格，一定要联系到我，我会送他一个我制作的手工皮具作品。还有很多朋友也猜对了数字，不过规则就是第一时间猜到的朋友，以后除了藏宝，我也会随机送一些我的作品，算是回馈朋友们一路上的陪伴与关心。我是骑摩托车的摩友小哥，摩托车的价格多少对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双方都能接受就是最好的。由于北方冬季太冷，路面会结冰，北方摩友大多数都会封车，如果我不在11小长假前出手我的 DL250 的话，就要等到来年的春天，所以我只能出手给二手车行。很多朋友说二手车行相当黑，会调表，会耍滑头，他们也是靠倒手摩托车为生，有些良心，有些黑心，唯一能避坑的是我们自己要掌握和提升很多辨别车好坏的技能，只能这样，都是为了生存。个人觉得摩托车没有好坏一说，你喜欢的就是最好的，管别人怎么说呢。这条视频还有线索，开头我说过结束摩旅后我骑行的总公里数，能看到视频这里的朋友一定都是真爱，把准确数字打在弹幕上或评论区里，这次会送给前三位第一时间写出准确数字的朋友我制作的手工皮具作品，一定要想办法联系到我。往后还会分享关于长途摩托车旅行和户外露营的那些美好故事，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帮助解决的，我也会义不容辞。我是酷爱长途旅行和户外露营的皮匠手艺人，感谢朋友们的喜欢和关注，最美好的风景一直在路上，我们路上见。
啊，可以把搭撑子打起来，避免了车头前面的避震，长时间在一侧会对摩托车的一侧避震有损伤有影响，所以不骑的情况下要把大撑子打起来。高温天气骑行，摩友们注意防晒，避免中暑啊。如果你现在只会享受生活，那么等你老了你会发现，哎，你做对了，你能在浪费时间中获得快乐，那就不叫浪费时间。成功的方式只有一种，就是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好当下，毕竟你不知道以后会怎样，管他呢，开心就完了呗。是素未谋面的朋友，你要明白，钱没了可以再挣，工作没了可以再找，朋友没了也可以再交，爱情没了可以再谈，水到绝处是风景，人到绝境是重生，你生来本就一无所有，又何惧从头再来，加油。某日某日去什么的人了，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它淡淡的来，让它好好的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下次
Thank you.
骑铃木 DL250 摩托车单人摩旅去西藏到底需要花多少钱，什么样的旅行方式才叫穷游。常言道，计划赶不上变化，我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去计划摩旅西藏地区到底需要花多少钱，如何做到花最少的钱看最美的风景，一直是我最关注的一个问题。穷游不花一分钱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能够花最少的钱还是最好的一个计划之一，所以我计划着全程户外露营，以减省和节约住宿的一个费用。住宿解决了之后，最大的一个开销就是摩托车加油和吃饭的一个问题。摩托车长途旅行本来就是一项挺遭罪挺累人的一项旅行，在旅途中吃的好坏住的好坏全凭个人的一个心态，花多花少也是因人而异。为什么会选择骑摩托车去长途旅行？第一个原因是喜欢骑摩托车，第二个原因就是摩托车比较省钱，油耗比较低。豪爵铃木 DL250 的百公里油耗是 3.5 升，平均算下来100公里只需要花28元就可以了。从出发地到西藏的拉萨市全程是3400公里左右，这么算下来骑摩托车去拉萨只需要花1000元左右的油费，还节省了过路费这么一项支出。骑摩托车长途摩旅最大的开销无非就是住宿、饮食，还有摩托车的加油、维护、保养这些费用。住宿全程户外露营已经节省了很大一部分的开支。吃饭呢，我在出发之前就带了很多的牛肉酱，路上呢就是在煮面，然后也带了很多的行军粮、牛肉干，以备充饥使用。从出发地到拉萨市，再从拉萨市出藏，这一段全程大概有7000公里左右，计划着在一个月之内把它摩旅完成。计划着全程的长途摩旅费用要再花费5000元左右。很多朋友们都梦想着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背起行囊无忧无虑。最美的风景永远是在路上。单人单车挑战摩旅进藏的一个旅行计划我已经完成了，很是自豪。摩旅结束后，我算了一下我的整个摩旅旅程花费了多少金额。当得知数字出来以后，我很是惊讶。豪爵铃木 DL250 摩托车确实是摩旅神器，全程7000多公里确实没有把我丢在路上，把我安全地带离了西藏高原地区。从出发地到拉萨市总共的里程是3254公里，我耗时了11天，每天大概骑行是295公里，花费了1733元，平均下来是每天花费158元。这么算下来，每公里骑摩托车只需要花2.8元。在拉萨市稍作休整之后，就开始计划出藏，制定的是从拉萨市前往湖南省长沙市，全程是3340公里，总共骑行了10天，花费了3247元，平均每天骑行334公里。进藏和出藏骑行天数只相差1天，公里数也相差不是很多，但是出西藏的花费大概比进藏多出了1500多元，是因为西藏地区很多的物资是比较匮乏的。当我把进藏和出藏的整体费用相加之后，得出了4980元这个数字。当时计划使用5000元进藏出藏的一个初步的制定，完成了，还少了20元。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出发，到达拉萨市，从拉萨市再到达湖南省长沙市，总共骑行了21天，总公里数是6587公里，花费了4980元，平均每天花。
看了好多朋友给我留言，说二手的铃木 DL250 摩托车像我这样跑了32861公里，有摔有倒，机组加装件，无重大事故，出给车行也就15000上下，的确没毛病。转让给个人的话，我的摩托车应该能到18000左右。毕竟铃木 GW250 和 DL250 摩托车相对其他品牌车型还是保值的。我转让我的摩托车纯属个人原因，跟车的品质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暂时告别摩托车长途旅行，所以忍痛割爱，但这不影响我对摩旅和户外露营的热爱。上一条视频留下了线索，哪位朋友第一时间猜到我转让的价格，一定要联系到我，我会送他一个我制作的手工皮具作品。还有很多朋友也猜对了数字，不过规则就是第一时间猜到的朋友，以后除了藏宝，我也会随机送一些我的作品，算是回馈朋友们一路上的陪伴与关心。我是骑摩托车的摩友小哥，摩托车的价格多少对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双方都能接受就是最好的。由于北方冬季太冷，路面会结冰，北方摩友大多数都会封车，如果我不在十一小长假前出手我的 DL250 的话，就要等到来年的春天，所以我只能出手给二手车行。很多朋友说二手车行相当黑，会调表，会耍滑头，他们也是靠倒手摩托车为生，有些良心，有些黑心，唯一能避坑的是我们自己要掌握和提升很多辨别车好坏的技能，只能这样，都是为了生存。个人觉得摩托车没有好坏一说，你喜欢的就是最好的，管别人怎么说呢。这条视频还有线索，开头我说过结束摩旅后我骑行的总公里数，能看到视频这里的朋友一定都是真爱，把准确数字打在弹幕上或评论区里，这次会送给前三位第一时间写出准确数字的朋友我制作的手工皮具作品，一定要想办法联系到我。往后还会分享关于长途摩托车旅行和户外露营的那些美好故事，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帮助解决的，我也会义不容辞。我是酷爱长途旅行和户外露营的皮匠手艺人，感谢朋友们的喜欢和关注，最美好的风景一直在路上，我们路上见。如何？
以把搭撑子搭起来，避免了车头前面的避震，长时间在一侧会对摩托车的一侧避震有损伤有影响，所以不骑的情况下要把大撑子打起来。高温天气骑行，摩友们注意防晒，避免中暑啊。如果你现在只会享受生活，那么等你老了你会发现，哎，你做对了，你能在浪费时间中获得快乐，那就不叫浪费时间。成功的方式只有一种，就是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好当下，毕竟你不知道以后会怎样。管他呢，开心就完了呗。是素未谋面的朋友，你要明白，钱没了可以再挣，工作没了可以再找，朋友没了也可以再交，爱情没了可以再谈。水到绝处是风景，人到绝境是重生。你生来本就一无所有，又何惧从头再来。加油。某年某月去什么的人了，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他是你的温柔。
骑铃木 DL250 摩托车单人摩旅去西藏到底需要花多少钱？什么样的旅行方式才叫穷游？常言道，计划赶不上变化。我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去计划摩旅西藏地区到底需要花多少钱，如何做到花最少的钱看最美的风景，一直是我最关注的一个问题。穷游不花一分钱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能够花最少的钱还是最好的一个计划之一。所以我计划着全程户外露营，以减省和节约住宿的一个费用。住宿解决了之后，最大的一个开销就是摩托车加油和吃饭的一个问题。摩托车长途旅行本来就是一项挺遭罪挺累人的一项旅行，在旅途中吃得好坏住得好坏全凭个人的一个心态，花多花少也是因人而异。为什么会选择骑摩托车去长途旅行？第一个原因是喜欢骑摩托车，第二个原因就是摩托车比较省钱，油耗比较低。豪爵铃木 DL250 的百公里油耗是 3.5 升，平均算下来100公里只需要花28元就可以了。从出发地到西藏的拉萨市全程是3400公里左右，这么算下来骑摩托车去拉萨只需要花1000元左右的油费，还节省了过路费这么一项支出。骑摩托车长途摩旅最大的开销无非就是住宿、饮食还有摩托车的加油、维护、保养这些费用。住宿全程户外露营已经节省了很大一部分的开支。吃饭呢，我在出发之前就带了很多的牛肉酱，路上呢就是在煮面，然后也带了很多的行军粮、牛肉干，以备充饥使用。从出发地到拉萨市，再从拉萨市出藏，这一段全程大概有7000公里左右，计划着在一个月之内把它摩旅完成。计划着全程的长途摩旅费用要再花费5000元左右。很多朋友们都梦想着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背起行囊无忧无虑。最美的风景永远是在路上。单人单车挑战摩旅进藏的一个旅行计划我已经完成了，很是自豪。摩旅结束后，我算了一下我的整个摩旅旅程花费了多少金额。当得知数字出来以后，我很是惊讶。豪爵铃木 DL250 摩托车确实是摩旅神器，全程7000多公里确实没有把我丢在路上，把我安全地带离了西藏高原地区。从出发地到拉萨市总共的里程是3254公里，我耗时了11天，每天大概骑行是295公里，花费了1733元，平均下来是每天花费158元。这么算下来，每公里骑摩托车只需要花2.8元。在拉萨市稍作休整之后，就开始计划出藏，制定的是从拉萨市前往湖南省长沙市，全程是3340公里，总共骑行了10天，花费了3247元，平均每天骑行334公里。进藏和出藏骑行天数只相差一天，公里数也相差不是很多，但是出西藏的花费大概比进藏多出了1500多元，是因为西藏地区很多的物资是比较匮乏的。当我把进藏和出藏的整体费用相加之后，得出了4980元这个数字。当时计划使用5000元进藏出藏的一个初步的制定，完成了，还少了20元。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出发到达拉萨市，从拉萨市再到达湖南省长沙市，总共骑行了21天，总公里数是6587公里，花费了4980元，平均每天花。
看了好多朋友给我留言，说二手的铃木 DL250 摩托车像我这样跑了32861公里，有摔有倒，机组加装件，无重大事故，出给车行也就15000上下，的确没毛病。转让给个人的话，我的摩托车应该能到18000左右。毕竟铃木 GW250 和 DL250 摩托车相对其他品牌车型还是保值的。我转让我的摩托车纯属个人原因，跟车的品质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暂时告别摩托车长途旅行，所以忍痛割爱，但这个影响我对摩旅和户外露营的热爱。上一条视频留下了线索，哪位朋友第一时间猜到我转让的价格，一定要联系到我，我会送他一个我制作的手工皮具作品。还有很多朋友也猜对了数字，不过规则就是第一时间猜到的朋友，以后除了藏宝，我也会随机送一些我的作品，算是回馈朋友们一路上的陪伴与关心。我是骑摩托车的摩友小哥，摩托车的价格多少对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双方都能接受就是最好的。由于北方冬季太冷，路面会结冰，北方摩友大多数都会封车，如果我不在11小长假前出手我的 DL250 的话，就要等到来年的春天，所以我只能出手给二手车行。很多朋友说二手车行相当黑，会调表，会耍滑头，他们也是靠倒手摩托车为生，有些良心，有些黑心，唯一能避坑的是我们自己要掌握和提升很多辨别车好坏的技能，只能这样，都是为了生存。个人觉得摩托车没有好坏一说，你喜欢的就是最好的，管别人怎么说呢。这条视频还有线索，开头我说过结束摩旅后我骑行的总公里数，能看到视频这里的朋友一定都是真爱，把准确数字打在弹幕上或评论区里，这次会送给前三位第一时间写出准确数字的朋友我制作的手工皮具作品，一定要想办法联系到我。往后还会分享关于长途摩托车旅行和户外露营的那些美好故事，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帮助解决的，我也会义不容辞。我是酷爱长途旅行和户外露营的皮匠手艺人，感谢朋友们的喜欢和关注，最美好的风景一直在路上，我们路上见。
搭撑子打起来，避免了车头前面的避震，长时间在一侧会对摩托车的一侧避震有损伤有影响，所以不骑的情况下要把大撑子打起来。高温天气骑行，摩友们注意防晒，避免中暑啊。如果你现在只会享受生活，那么等你老了你会发现，哎，你做对了，你能在浪费时间中获得快乐，那就不叫浪费时间。成功的方式只有一种，就是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好当下，毕竟你不知道以后会怎样，管他呢，开心就完了呗。是素未谋面的朋友，你要明白，钱没了可以再挣，工作没了可以再找，朋友没了也可以再交，爱情没了可以再谈。水到绝处是风景，人到绝境是重生。你生来本就一无所有，又何惧从头再来。加油。某年某月去什么的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它淡淡的来，让它好好的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
Thank you.
题铃木 DL250 摩托车单人摩旅去西藏到底需要花多少钱，什么样的旅行方式才叫穷游。常言道计划赶不上变化，我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去计划摩旅西藏地区到底需要花多少钱，如何做到花最少的钱看最美的风景，一直是我最关注的一个问题。穷游不花一分钱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能够花最少的钱还是最好的一个计划之一，所以我计划着全程户外露营，以减省和节约住宿的一个费用。住宿解决了之后，最大的一个开销就是摩托车加油和吃饭的一个问题。摩托车长途旅行本来就是一项挺遭罪挺累人的一项旅行，在旅途中吃的好坏住的好坏全凭个人的一个心态，花多花少也是因人而异。为什么会选择骑摩托车去长途旅行？第一个原因是喜欢骑摩托车，第二个原因就是摩托车比较省钱，油耗比较低。豪爵铃木 DL250 的百公里油耗是 3.5 升，平均算下来100公里只需要花28元就可以了。从出发地到西藏的拉萨市全程是3400公里左右，这么算下来骑摩托车去拉萨只需要花1000元左右的油费，还节省了过路费这么一项支出。骑摩托车长途摩旅最大的开销无非就是住宿、饮食，还有摩托车的加油、维护、保养这些费用。住宿全程户外露营已经节省了很大一部分的开支。吃饭呢，我在出发之前就带了很多的牛肉酱，路上呢就是在煮面，然后也带了很多的行军粮、牛肉干，以备充饥使用。从出发地到拉萨市，再从拉萨市出藏，这一段全程大概有7000公里左右，计划着在一个月之内把它摩旅完成。计划着全程的长途摩旅费用要再花费5000元左右。很多朋友们都梦想着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背起行囊无忧无虑。最美的风景永远是在路上。单人单车挑战摩旅进藏的一个旅行计划我已经完成了，很是自豪。摩旅结束后，我算了一下我的整个摩旅旅程花费了多少金额。当得知数字出来以后，我很是惊讶。豪爵铃木 DL250 摩托车确实是摩旅神器，全程7000多公里，确实没有把我丢在路上，把我安全地带离了西藏高原地区。从出发地到拉萨市总共的里程是3254公里，我耗时了11天，每天大概骑行是295公里，花费了1733元，平均下来是每天花费158元。这么算下来，每公里骑摩托车只需要花2.8元。在拉萨市稍作休整之后，就开始计划出藏，制定的是从拉萨市前往湖南省长沙市，全程是3340公里，总共骑行了10天，花费了3247元，平均每天骑行334公里。进藏和出藏骑行天数只相差1天，公里数也相差不是很多，但是出西藏的花费大概比进藏多出了1500多元，是因为西藏地区很多的物资是比较匮乏的。当我把进藏和出藏的整体费用相加之后，得出了4980元这个数字。当时计划使用5000元进藏出藏的一个初步的制定，完成了，还少了20元。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出发到达拉萨市，从拉萨市再到达湖南省长沙市，总共骑行了21天，总公里数是6587公里，花费了4980元，平均每天花